那个色彩，黑白的都可以，所以可以是任何的风格，任何风格可以是这个图腾啊，也可以写实啊，也可以像这个就是偏欧美写实啊，一个点阵的一个方向啊，偏写实，黑白写实小图。你看像它是写实，它就可以比黑白小图，又可以比黑白写实小图，所以一个图它可以比不同的种类啊。来下面一个，下面一个位置，谢谢。好，下面一个位置拍照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可以用最佳黑白小图，30×30以内，黑白为主，点缀色不超过三个颜色，黑白要占98%。这个是偏写实的，写实的。哦，黑白写实的蛮多的。没有看到这个日式，因为日式它是讲究一个气势磅礴，所以小图通常比较不会有日式，大部分都是以这种气。因为在看哈利波特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疑问，就说：哎，为什么那个不能说名字的人，他的进气量到底是？对吧？鼻孔那么小，他进气量，他可以吸到东西吗？像是啊，下面一个位置拍照，谢谢。担心这个角色其实还好，我比较担心那个演员他在演的时候贴成那样，到底要怎么呼吸，困难。好，这是欧美的黑白小图。啊，不是不是，下面把图盖起来，是不是？那艾克森之前来台湾，你有去看他？有看他？没有。早点画。好，下面一个位置拍照，谢谢。怎样？水墨晕染的感觉。好，这补上去是不是黑白的？黑白的就补上去。第一位老师有空就补上去了哈。等一下第一位有空就补上去。那下面一个位置，谢谢。你这个感觉很像，就拿一个墨水这样子丢下去，这样啪，漂亮。好，报道还没有完全哦。最佳彩色小图的还没有来报道，最佳写实小图也还没有报道，最佳几何图腾也都还没有报道。小图啦，几何图跟小图三个小图，最佳彩色、最佳几何图腾、最佳写实三个小图，赶快来报道，谢谢。Best of small color, best of small tribal geometric, best of small realistic tattoo contest.Will soon begin. Artists and models, please come to the service center. Thank you.好的，女生的手臂也是走一个水墨路线，很像。哎，好，哎，好，这比较省力一点。来，下面一个位置拍照，谢谢。可以请刚刚所有的黑白小图上台喽，来，不用按照号码。对对对，害羞的那个先来没关系，对啊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那就是。被我入列了，先入列，嘿，对。好，等这个最后一个拍照就入列了，然后两排中间留一个老师可以走的位置，可以可以。好，那帅哥你往前面一个位置。然后都往。好，
对，来，我们来拍照咯，给大家先拍一张。OK， 好，那么大队摄影师，请文森博览会最佳黑白小组第一名冠军得奖的是 2023 The Third Tattoo Art Expo Best of Small Black and Gray Contest。The first place goes to 伊塔兔陈雪。伊塔兔陈雪来自伊兰伊塔。好，有我们的 Man Yao， 我们的 California 雕眼影们的雕光老师来帮我们颁发。